当当当当，宝子们，今天我们来吃这个黑人部落的年糕火鸡面。年糕火鸡面，我们之前吃过一个自热的年糕火锅，是吧？年糕部队火锅好像是，我也忘记了，那个味道好像是一般般吧，并不是多好吃，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口味不一样，不是我的口味。来，今天我们试一试这个年糕火鸡面。哇，有年糕啊，这不废话吗？没年糕能叫年糕火鸡面？还有一个酱包，什么酱啊？这是，好像是辣椒，闻着有股辣椒味儿。各种酱吧，应该是各种酱拌到一起了，因为它只有两包料，一个脱水蔬菜，一个酱包，还有一个大面饼。来吧，首先我们还是老样子，规规矩矩的把这个大面饼给它放到里面。这个用热水泡的啊，是要用热水泡的。来，让这个大面饼先躺好。哇，发财了，搞了一身碎。还有这个年糕，把这个小年糕也给它加入进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干燥剂可不要加进去啊，这个不是调味包。然后加水，哇，好烫啊，这个水。满满登登 all in 了啊。好的，宝子们，等待一个五分钟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，这个应该是一年一糕，当之来思不易吧，来之不易吧，来思不易吧。上面有滤水孔啊，在这里我已经把这个水给滤掉了，带了叉子不习惯，还是用筷子吧。来吧来吧，小菜包。哇，这个小菜包，哇，这个小菜包就是海苔碎和芝麻，还有这个小酱，小酱。哎呀，看看这个酱啊，好像是这什么酱啊，这是，嗯，辣，哇哇辣，好辣好辣，甜辣的那种，哇，它真的好辣呀。宝子们，你们也知道我是吃不了太辣的，搅拌搅拌啊，不对，咯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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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啊，不是多红啊，看样子不是很红，那为什么别的博主都拍的那么红呢？为什么我跟人家吃的难道不是一款吗？我这个颜色还为什么不那么红呢？我这也都是全都在镜头下面做的呀，你们都看着了，对不对，宝子们？来吧，搅拌的差不多了。嗯，好辣，闻着这个味儿就好辣。嗯，哇，甜辣的。这个年糕没有什么味道啊，口感我感觉是一般般，就是辣，这个面是甜辣口的。哇哇，特点我感觉就是一个辣，怎么样，宝子们，喜欢吗？喜欢就快点来找我吧。